我们到猪脚一条街了。米粉，好 Q 我这个。默契有炒出来，不错，又吃了一波。买个糖果去拍太子，这应该很好吃，不然不可能有停车位。它这个比较绵哦，大家手都一揽芒果哎。Cheese， 而且我的雪花冰我也很腻。吃完外面超多人的，我用怀啊嘞。这个叫做Hill， 红色哎，新的啤酒哦，吹落哎，噔噔噔，一支15而已，超便宜的，嗯，好吃。跟你这个鸭皮超好吃的，好香哦。喜欢味道带点甜味的，一定要来吃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现在呢，我们在万峦吃猪脚喽。对，早餐都没吃，只为了这一餐。对对对。嗯，它的做法很特别，所以来吃一下，算加酱汁的那种。前面这些都是我们的同事，超多人的。我们到猪脚一条街了。猪脚一条街。下雨天，我们今天吃的是林家猪脚。吃起来，很多店都卖猪脚，你有发现吗？哦，前面都是耶。对啊。不踩耶。对啊，不踩啊。好吃啊，好 Q 哦，这个全瘦肉的，啊，你都有带肥肉，那是皮肉，只有皮跟肥的。不错哦，过去有炒出来。青菜豆腐汤。好吃，我觉得那个皮好吃，它那个皮呢没有那个油的味道。你是没办法想象它是猪脚。对啊，我感觉它就是一个瘦肉，像猪脚。哎呀，有肉，我认为应该点咸啊，有肉哎，我等一下瘦肉。香港没有三叔啊？没有啊。真的？那样子好特别哦。很像纸哦。它其实比较硬，脆吧。但是它炒起来很好吃。嗯，还有加小鱼干下去炒，很鲜，稍微辣辣的这样。哦，又吃了一波。好吃，你要小鱼。玩死了，玩死。吃完，等一下去麻豆吃蛙粿。这间很多人呢。阿兰公司只有这样，彩虹饭店呢。请问这边创始店啊？哦，唯一创始店。我们今天的第一站是屏东，然后接下来就要回台南了。我们是为了吃猪脚来的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麻豆太子宫了。嗨，蛙柜没有开，卖完了哦，是卖完。跟我出来。就是会有那个，不是下雨就是卖完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我们要左转，你们还继续走，买个糖果去拍太子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跟日本神社一样，你可以抽那个签，那里面看到吗？这样。好啊，可以抽吗？可以啊。扫 QR code 看看，我那个符要大于那个，对啊，这个太少了，鸭子太多了，好、哦、是啊，那是无啦，那个专门的，无，为什么？就这样呢，帮你跟太子宫合照啊，太子宫合照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阿兰丸果，这应该很好吃，不然不可能有停车位。我也没有吃过，我也不知道。它是有肉的吗？有有肉，咸的，咸的，类似萝卜糕这样。不罗。
绕一圈的哦。要一圈啊？够的。够吗？这跟萝卜糕差多了。你要拍吃起来是什么样？你这是用纯米做的哦。这是带奶米的。带奶米。这个对我来说跟那个萝卜糕差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不菜刀，包括菜刀，形状不一样而已。形状不一样。解正方形，解圆形的。不解不解。它那感觉很像蒸蛋。不解不解，你无讲。哦，有这样。解熊蒸的这种脆，它这个比较绵哦、喔，价格差不多。哦，比较绵，它不像萝卜糕那种很实在的那种。嗯。哦，它有红豆豉油，它有香菇跟那个蛋。嗯，够好吃。哇，应该是什么吧？丸子，好吃哦。欢迎各界莅临芒果的故乡，拍手。下一站来到御景吃芒果，来吃玉纹跟金黄。御景，你杯御景芒果不？我们讲御景芒果冰。吃自己的冰，大家手都一揽芒果哎，等会我们要吃这件是，有煎冰铺哦。赞某赞某。嗯，这个是送的哦。芒果都可以啊。哎，他都有一个做大碗的，我这个不是上大碗的。在地，你嘞？在地，这个春饼呢？我来等你啊。等你，等你，等你，等你。Cheese。等你来不啦？啊？等一下，这里。去芒果市场。很甜，超甜。比昨天吃的芒果还甜。对对对对对，真的很甜。啊，这里很甜。我开亮哦。哦。是不是？这是艾文哦。很甜。艾文，嗯，这是艾文，这个冰也很赞，而且我的雪花冰不会很腻，对，这不会很腻，好像喝那个水，果汁水的感觉，应该可以喝，很解暑。再讲冰淇淋，看嘛，这可不像用芒果做的冰淇淋，就像平常的冰淇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把那个啊，我好大、哦。嗯哎呀，足寒哦！哎呀，越来越寒，越来越寒，真的。我想讲，伊食到规个头都白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哎呀，头皮发麻。嗯。我只想吃这个。完食。消暑，整个凉起来。吃完外面超多人的，塞车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御景芒果集货场买芒果。我们到了，找了好久的车位，这也很难停车哎。芒果集货场。嗯。哦，睁不开眼。买一篮哦，人手都一篮哎。这是艾文哦，这是玉文哦，玉文。艾文包在里面。哦，拢酸啊呢。阿姨说这个叫做欧休。我不知道，我自己讲的对不对？然后他说有龙眼的味道。乌啊乌什么？欧休。绿色的。绿色的欧休乌香。乌香。我瞎说，软软就可以吃，越软甜度越高。哦。龙眼的味道。那现在软吗？还没乱呢。哎，咱们要办的呀。还煮芒果。对啊，也煮芒果。什么味道？有，真的有龙眼的味道。啊，有哎、欸，有真的有哎、欸。你要煎吗？哎，你那个东西要不要？100块，200块。他说200块。你这里有吗？苹果，苹果。我靠，帅哦！不一样。哇，你哪？
啤酒红色的，哎，新的啤酒哦，帅嘞，第一次看到的，吃苹果啊，噔噔噔噔，吹落的，吹落的，好，我们现在要去东山吃东山鸭头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，鸭头一条街。对，鸭头一条街，我们来到了东山吃东山鸭头。今天都是一条街，猪脚一条街，然后蛙粿一条街，芒果冰一条街，最后一个鸭头一条街。对，这里也有芒果哎。胖了哦，我们烧饼，玉米啊，好可爱呀、啊！还抬？你是不是知道的吧？知道。他们已经有解有蓝鸡了，这个还有喝。都订蒙济了，都订蒙济了。去有嘞呢。嗯。这个人想不来。想去。这个那些那，就无加几样，这个那些就很好。嗯，不错哦。那甜不辣的哦。里面有蛋，你有看到吗？有啊。哦，咬哦，真的好吃。我刚才吃了一串，一只15而已耶，超便宜的。里面还有蛋。这边扔哦。这里都卖鸭口的，你看到吗？这里有一间。玉米感觉很好吃哎。不同店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对，那个是糯米在地人推荐的，那种用那个肥肠直接灌的那种大肠，然后跟那个香肠还有肥肠。买小份的回家吃。没关系啊，先吃吃看。你要配秘鲁、喔？先吃吃看，赶快。还有吃吗？感觉不错哦、喔。中间、哦。对啊。这个。来来来，一下。对。哦。我不想吃，我想吃。来，小姐。哦，我有，你看一下这个不得点赞，你好，非常好，对，谢谢。哎，要给我一看，一看要给我面，下面还有叉子。哦，赞哦，两碗。五草味的直接真的是用大肠下去灌的那个跟香肠。嗯，好吃。所以它的形状会不规则。好吃哦，好吃啊。那没有比的赞哦，没有沾酱。酱在你手上就不沾了。哦哦哦！在地人推荐的呀。在地人推荐的。我有。对，我直接糯米香肠看看。是哪一个？我要香肠，对这个。这个是糯米啊，这主必要香肠是这个。好，试看看这个。这就是你说刚刚说不一样，灌那个糯米。对对对对，灌糯米。然后打电话，我们会沾酱。买完鸭头，车上吃，准备结束今天的南部美食之旅。Mario 星星 ，in 好喝柠檬咖啡。好，那今天南部美食之旅一日游的行程差不多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记得点个喜欢；还没订阅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嗯，哎，你这个鸭皮超好吃的。要跟。很好吃的，好香哦！你们面的不得了，不要的，很好吃。再配酒给他蘸点，来，魏小姐，你给我淋着酒。鸭皮真的好吃，你快点。那个，好吃，要不要再去买？挑战的，再去买哦，可能要排两三个哦。不要，买一下蛋就够了，冒冒冒。啊，你讲脖子啊？脖子会脱骨啊？超赞，超赞！酱汁又甜甜的，黏牙黏牙的。喜欢味道带点甜味的。一定要来吃！哎呦，阿尼，很会讲哦，爆发了，忽然醍醐灌顶啊！